Hello，我们来拍开箱试吃啊！这个金兰的蛙辣酱，蛙辣酱，我等下配一下那个哈，因为它不够辣，这我一炸当面用煮的蛙辣酱。OK，开箱，好不好？筷子，OK。哇，烫到了手了，太接近了。开箱。OK，它长怎样的哈？我看起来蛮辣的哦。这一罐是刚好有特价，不然正常价肯定比较贵吧？现在是两路120。OK，我们上次有拍过那个金兰的那个麻辣酱，真的很好吃，我用完了，我下次还要再买。OK，那影片就是要拍一些不一样的给大家看。那这样子，人家吃上看，应该蛮香的嘞。哦，哇，辣酱。可是很特别哦，OK，加个1匙看看，再多1匙，还有倒吸耶，好香哦，闻到很香的味道哦，老婆帮我盖上去，帮我盖上去。把它盖上去，闻到很香的味道然后擦一下桌边上，擦一下桌边上，让它滴到，好吃我们再多买一些，有啦，OK，等一下，先吃一下原本味道，很香这可能蛮适合这个的。哇，这好吃！它这个跟面很搭跟这碗面很搭，不错，这个很好吃，很香，真的是很香哦。哇，这好吃！我猜这跟任何面都很搭。它有蒜头的味道，而且，哇，好吃哦！怎么讲？就像豆瓣的味道，可是它辣椒蛮辣的，哦，蛮对味的。煮个泡面或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什么碗面觉得不够辣，我觉得加这个很可以，有点像香蒜青椒，有点像那个。回忆的香蒜青椒，哦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觉得这个配饭配面都很可以。OK，好了，就分享到这边了，这个可以买。OK，那最喜欢的朋友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就介绍这个了，蛙辣酱。OK，很棒，拜拜，再见。